帮我计划六个月赔钱，一个月赔一千，其余的什么利息什么都不要算，赔完的时候就把我这张卡就清除或者什么的啊，对对对。没有啊老大，你们公司这么有钱不在乎这点，我是诚心办事的人，你放心了，因为我以前也是挨你们沟通说叫我分期，你们就是不爱我办了，叫我一个月赔这点钱，我真的赔不出来，我跟你讲啊。哦，你发个信息过来吧，因为我在这里高速路上我开着车啊。好啊，其他的你就用啊。那我赔了一千，下面只有五千了。啊，对呀，那这个的话你，啊，要不你我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同步，你就添加一下，具体怎么操作你告诉我。我今天中午的话，我到银行柜台去办。应该到这个银行柜台哦，今天星期六啊，应该是不开门吧？要不好，你就把这个卡，我的卡号也告诉我一下，因为我没有带在身上，我是在外面啊。以前的话好像是没有，因为我玩这个手机我也很玩不来啊。好，行，好的，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好。领总，我逮着他们五个啊，到这个西山森林公园去玩了，你帮我安排一下。